福兴乡李港村连厝排水，因为挡土墙严重放弃，影响排水功能和安全性。经过村长向公所反映，乡长周恩丁请立委陈秀宝来协助，向农水署争取400多万的经费来进行修缮。工人在咧伫港村连厝排水进行挡土墙重砌工程，原来就是这个挡土墙放弃，影响到排水功能和安全。为着民众的安全，村长通报公所，希望来改善。土墙吼，超一米高的时吼，啊，结果伊是已经全啊塌陷落去吼，啊，剩参路边悬啦，啊，全掏空去吼，啊，所以是吼，迄路的安全吼，一点啊设施拢无吼，啊，所以吼足危险的。啊，所以伊最主要排水的时吼，出落去，啊，双边拢全发臭气啊吼，啊，规条无法当去排水啦。啊，所以咱就利用这机会是甲上级反映，咱乡长吼，最主要咱蒋乡长吼，紧去甲咱处理。啊，透过立法委员的时吼，甲咱县长的时争取这经费落来吼，啊，会当来甲这条改善。接到村长的反映，乡长周恩丁请立委陈秀宝到三工争取经费，也顺利向农水署争取到400多万进行排水改善工程。水署争取400多万来做这个改善，主要是沟底甲空起来吼，天嘛白真亮。啊，以后吼沟底做好了后，啊，咱路面的修复，啊，两边吼咱的护栏啦拢做起来吼。以后，咱这个不管是狗的使用吼，嘛拢真方便咱个民、咱个农民的灌溉。啊，真注重咱庄内这排水吼，啊，因为咱这个排水吼，若排水无好吼，咱庄内拢会淹水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个黄炳春上任之后呢，非常重视我们的地方排水，然后他发现这个地方排水哦，一直整个这个挡土墙都陷下去了，影响排水啊，会造成灾害，所以说。那就赶快向乡公所的反映，我们也透过秀保委员，还在中央帮我们争取到就重置建制的经费，非常感谢我们秀保委员的帮忙，也非常感谢我们黄炳村村长，对地方的重视。相信伫工程完工了后，对民众安全甲农民的灌溉排水会有真大的帮助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、福兴彩虹报道。